我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。两年前为了展开我人生下半场，报读了 YCCC 幼儿教育高级文凭课程，投身在幼儿教育的行列。后来发觉越读越有兴趣，也都得到老师的推荐，于是报读了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幼教学位的课程继续进修。我很荣幸得到两间大学的取录，多谢 YCCC 让我在幼教的路走得更远。